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九龙湾中原地产 Wilson， 今日介绍一个地厂俾大家，系位于环球工商大厦地下。呢、这个五号 B 室建筑面积1100尺，上手租客都系做汽车维修。由于楼底都有5米咁高，所以租客都做咗两层，前面就是汽车维修，后面就做写字楼。大家看到角仔那个间隔都很实用，还做了一块透明玻璃，可以望翻下面汽车维修的状况。现在业主放租的价钱是50000元全包，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可以联络翻我。这个出租地厂我哋介绍到呢一度，我哋下一条片再见，拜拜。